已经 settle 好了，但是呢，在公司碰到同事都会跟我说，笑怡姐，你的头发为什么不整理一下呢？那请问今天是来是有整理还是没整理？我当然是整理过才出门啊。我要下第一刀喽。那你要确定好。放心好不好？你要小心点，我头发长很慢。妆成弄美，有我你就美。我是范伟老师，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我的好朋友。通常呢，我在办公室看到他的时候呢，他走过去我一定可以注意到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他 always 有很多颜色在我面前飘过去，橘色就想到他，黄色也想到他，紫色也想到他。他只要一过去呢，一定是过目不忘。可是呢，你知道从我认识他到现在，我没有看过他改变。欢迎这位来宾，秀仪。你确定你觉得你难做吗？我觉得应该自我感觉良好。就你自己觉得最不满意的地方是哪里？我的头发，我觉得我的头发呢，我每次都觉得我已经 settle 好了，但是呢，在公司碰到同事都会跟我说，夏怡姐，你的头发为什么不整理一下呢？然后就三条线。那请问今天是来是有整理还是没整理？我当然是整理过才出门啊。我看起来真的还没像整没整理的。第二个不满意的地方是哪里？就是我一直不敢把眼镜拔下来。不敢拔眼镜的原因是？就是现在眼睛有点下垂啦，还有眼袋。还有呢？无神。你知道大家多希望你变成不同的 look， 因为我们在办公室看到你，看到色块走过去就知道是秀仪来了。所以你的衣服里面有其他不同的 look 吗？年轻穿过不同的 look 吗？可是我觉得不一样年龄有不一样的那个我们的来宾都真的是很有自我感觉良好，好吧？我今天请了一位大师来帮你改造发型。阿沈，那你对秀仪的头发你有什么建议或想法吗？他头发都很厚，但是偏细。他头发厚吗？嗯，可是他因为头发太细，所以他有感觉上他的头发很塌，然后没有型。那我会想要让他的头发稍微蓬松一点，在自然吹干的时候就可以蓬松。那可能也会稍微做点颜色上的调整。你有多少信心可以达标？120。那我们拭目以待，我们现在马上进行改造，走吧。改造现场，来，阿沈，刘海切记就是以三角曲过为主，不要分太宽，太宽的话颧骨这边反而遮不住，会感觉更明显。我要下第一刀了。好。真的吗？对。那你要确定好。对啊，放心好不好？你要小心剪，我头发长很慢。如果我把眼镜拿掉之后啊，你看是不是找出了刘海的位置，然后找出了长度，我们就开始吸收，是不是很期待？来，开始，告诉你。剪完了，开心吗？是不是觉得头发减肥了？就头没那么重，头比较轻的，而且我觉得脸在变小。当然，你看吧，不相信我，相信我得永生，相信我变时尚，妆神弄美，有我你就美。好了，接下来挑染对不对？对，我们今天的方式呢很特别，我跟阿石研究了一个很新的方式，因为一般人呢，其实有些人怕染头发，原因是怕染完头发之后后续的保养跟整理非常麻烦，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呢用头发颜色不变，我们用挑染的方式呢反向操作。第一，可以让头发看起来更丰盈，然后再更久。之前有染过头发吗？没有。你没染过头发？没染过。对啊。你从来没染过？从来没染过。哇哦，秀仪姐染发初体验就要献给了妆神弄美了。不过放心放心，秀仪姐由阿瑟老师出马，少量的头发挑染成紫色，增加颜色的层次感。赶快来看看挑染完的成果吧。像在夹的时候，重点是表面的地方，不要夹得多，因为你表面夹，其实它反而撑不起来。是，对，而且痕迹会很明显，那反而是失去那个美感。所以我们会夹的话，建议就是把底层，
表层的 U 字去拉起来，夹在内层，大概夹2到3公分的那种厚度就好。那放下的时候，它整体支撑感就出来了，又很漂亮。基本上就很像一个苹果的感觉，然后圆的，就会很圆润感。好，头发部分完全结束了，而且大成功，谢谢阿斯老师。今天呢，我会把妆容放在唇彩的部分，所以其他呢，我都用干净的妆容去带整个的妆感。所以做出最重要是因为秀仪很在乎她的眼袋，所以我今天会用我的迷你武器帮她把眼袋变武器。因为这个呢，还可以让她的所有的肌肤变紧致。我们会用一个含精油的粉底，让它整个的粉妆看起来呢非常非常的薄厚，就好像擦乳液一样。我们的粉底呢是用擦乳液的方式，就越薄越好，因为越薄的粉底呢会显得越年轻。那接下来呢，我们轻轻的刷上一层粉，让它定妆。先用一个粉红色当咖啡色。眼妆也是粉丝改造的一大重点，搭配眼影、眼线，加上粉嫩腮红，整个人都焕然一新了呢。今天化妆的重点呢，我们放在眼睛，因为我们帮秀仪的眼睛呢放大它的优点，因为她眼睛真的很漂亮，睫毛也很密，所以我们今天把眼睛呢放大，看起来呢有精神加上甜美之外呢，我们头发呢摆脱它一种刻板的样子，因为她觉得直头发不做任何造型是最好整理的，其实是错误的。我们给她一个新的包裹头，看起来是年轻时尚，然后有青春感的高级主管的样子。最后呢，我给她一个桃红色的唇彩呢，点缀她的好气色。改造大成功，是不是很期待呢？我们来欢迎秀仪。哇！哇！超成功的，你喜欢吗？你喜欢的我都买给你。很美很美，这次造型真的是我真的 很期待这次造型，因为呢这次造型我们把秀仪呢跳脱她以往的框框，这辈子第一次穿桃红色，第一次是结婚没错，第二次是献给我们头发，第一次染头发也是献给我们，是吗？对，我们还知道她从以前到现在没有染过头发。我一直都不敢染，现在染得不好。这次他喜欢吗？超喜欢的。直发如果没有好好吹的话，其实看起来更有精神。我们获得这个框框之外呢，秀仪的皮肤非常好，可是呢，唯一的缺点就是有时候太累了，有点眼袋。所以我们用保养的方式，加上化妆的方式，让眼袋视觉上的消失。重点是把这种睫毛看起来会放电放电，然后给他一个最有气色的桃红色。因为为什么给他桃红色？因为我以前看他秀仪习惯都穿暖色系，然后呢，可是我就觉得他好像。少了一点点，我看不到它的魅力在哪里，所以我是选了一个偏暖色调，有点偏蓝色调的那种桃红色，对，然后削肩的，因为我觉得她穿削肩的衣服跟宽的喇叭裤呢，完全就是女神驾到，像不像？有吗？真的很像，对不对？好啦，那你今天对我们改造，你有什么心得讲一下吧？因为你从一开始很紧张冒汗到现在，终于成功了哈。现在还是冒汗，冒汗吗？太感动了！你知道你现在太像巨星了，你知道吗？会整理的哈。嗯，我会尽量把它整成这个样子。好，不会的话，我们可以小抄给你。如果你也想被我们改造的话，记得快来报名哦！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改造单元，记得每周四中午12点，划开手机看我们的《装神弄美》，有我你就美，我们不见不散哦！拜拜！你也想变身吗？请上《装神弄美》粉专私信小编，明星制造机范伟老师替你量身改造。